怀抱玉璞跪倒在前厅。
人前来献美玉，楚厉王闻听喜迎，忙唤玉匠来辨认。那玉匠一见玉璞，双眉凝，只因他饱食终日，不把心用，养成了自以为是，不断专横。瞧了瞧，污泥秽土，我败壁，贪了贪，沉闷阴哑。一生割了魔，忙似粗糙，割人手掂了掂，着实坚硬提不清。忙奏道：“此乃是一块万石也，那美玉岂能这样的形容？”你竟敢戏弄顾家，来把他捉中砍下，赶出前厅，那边和一腔热血惨遭横祸。好可怜和二四县玉仍落个，欺君的罪名，残暴的武王传圣旨，又砍下他的幼卒东孤星，那边和双足被劫，终身残。困时枕着玉璞睡，醒来时相对玉璞诉屈辱。这一天忽听得不
文王差派大臣问详情，老人家因何如此的悲痛？莫不是双竹被劫，痛惨生？便和抬头把话讲，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，我同那我同那忠贞贤士蒙受不公，我同那庸才误国昏君断剑，我同那时与不分真理难明。大臣闻听回宫起奏，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，文王传旨把御将唤，快将那凿栈备好，拨开玉璞，我要看分明。当啷啷，剑粗沙石片纷纷地落，霎时间露出眉月眼明。